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今天下午呢，总统蔡英文特别来到桃园八德荣民之家来探望荣民。现场的情况连线给环宇记者谭一伦，一伦请说。好，主播各位观众，下个礼拜就是父亲节，因此总统蔡英文今天特地到了桃园八德的荣民之家来探望荣民之外，还跟着荣民一起切蛋糕来庆祝父亲节。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情况。整体的台湾社会的长期照护体制的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退辅会绝对不会缺席，会一起加入我们照顾社会的行列，一起为长照十年计划的2.0来努力。好的，你可以听到总统蔡英文是直接在现场跟荣民来保证，这个退辅会是绝对不会缺席，而且还会尽力来照顾他们的长照政策哦。但其实呢，外界一直都认为荣民之家的荣民都属于比较偏蓝的支持者，因此今天蔡英文来到现场，的确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许多荣民是并没有跟蔡英文有太多的互动的。不过至于媒体问到这个驻新加坡的大使江春南酒驾和谢淑薇退赛之事，蔡英文都没有回应。以上是现场掌握的情形，把时间镜头交还朋友。